首先，轻轻地撕开透明圆标，打开彩盒，拿出里面的产品出来检查一下。说明书、电池、配件包，关过来，打开上盖，拿出这个四轴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配置这个锂电池，这个是重点。检查这样无误，就按这个转向放进去，注意前面这里对准这个凹槽部分放入，然后再盖上盖子，倒过来，配件继续放进去，最后放入彩盒里面，轻轻地封上透明圆标，就这样。